今年的北京说实话挺冷的，我打小就不记得有这么冷的北京的冬天。今年是最冷的，而且下雪下得很大。你都觉得冷了是吧？啊，我都觉得冷了，我真的觉得冷了。穿我妈的衣服，我觉得就像点什么，好有送的。我妈弄了一个羽绒服，应该适合您的号。今儿正好呢，吃个饭，过两天呢我就回去了，就回瑞典了。然后呢，来妈，你把这脱了吧，妈夹着，拿妈夹着来，过来。哎呀喂！我跟您说，这个衣服适合您穿上，您没穿，您又电我呀！你电我一下子，哎，您穿上，您看看怎么不适合呀？多年轻，您让大家看看，我愿意要白的。我跟您说，您就要尝试一下，不要老那个。咱们俩要换，我喜欢你那个。您看。我知道你，我这太薄，我这不行。你看，哎，多漂亮，哎，是不是漂亮？您看一眼。本来我就怕热，我不穿了暖和点嘛。我跟您说，这羽绒服就穿的宽松点，就这么着。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我哪能穿呀？我穿这个，这好，我喜欢这个，这我不见。你穿这个吧，这太厚了，太厚。不厚，今天冬天多冷啊！我那有一半截黑的，要不？黑的你留。我从来。我姐上次弄的黑的。我从来都不穿这。您看看，您自己看看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您自己看一眼。看着是没问题，这没问题，质量也没问题，颜色没问题，但是这是儿子合适。什么？儿子年轻靓丽啊！这是女款，女款的怎么儿子合适？怎么会是女款呢？就是女款。女的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女款。腰身不一样。那我还有腰身哎。对。妈这么多年没有穿过羽绒服。你喜欢？她不是没有，她是不穿。不是你喜欢穿这个？你别废话了，我还真没有。不是，之前给您准备了呀，都不穿呀。看来姥姥喜欢穿这种。老了那薄，然后该洗了。马上要回瑞典了，然后今天呢，一家人一起吃一顿团圆饭。姐夫、姐姐、瑞瑞、薇薇、老娘。妈，这精神状态好多了，感觉比前两天好点了。不是见着你了吗？嘿呦，刚您说的，我感觉前两天那个有点憔悴，是不是累了？是不是演出演的？背台词比较费脑子。对。行了行了。艺术人生。哎呀，行了。老妈看着演的没那么多人称啊。看妈妈穿的多喜庆啊。这穿一阵丝打。妈，这是给您带的枣粮先生，很有意思。这给你了。那是一人一份，一人一份。这是这不马上过年了吗？逢年过节，我觉得做个伴手礼还是挺好的。这个物美价廉。枣粮先生呢，就是里边的全部是枣。您看啊，这个是灰枣，然后这个是呢燕麦奶枣啊，整个的一套这个系列呢，它就是围绕枣的，然后黑芝麻枣，孩子们吃，这个是枣泥核桃，这做的还是不错的。您把姥姥那份吃了，然后把自己那份拿回去，没意见。然后这个是阿胶枣，枣咱们中国有一个讲究的是补血、安神、补气，给我吃啊，还让我打开啊？枣可是好，你给我的，谢谢你。真好，美容养颜补气血，枣可以制作什么呀？什么呀？哎，好，谢谢。这酒啊，枣酒啊。哦，泡酒。不是泡酒，制作酿枣酒。哦、怎么样？味道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是，妈还不舍得打开。肉轻了一点。嗯，吃。这个肉啊，非常的厚。啊，味道也不错。好了，您嘞，好嘞。都是我爱吃的。现在马上过节了，给家人呢，给自己父母呢，准备一份礼物，包装也大气，产品质量也好。我们还应该有一个烤鸭啊，看看这一锅都是比较我喜欢吃的，也比较家常的炸灌肠，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？其实就是这个，因为是老板应该是淀粉肠是吧？我们是最爱吃淀粉的，然后蘸着这个蒜汁儿，像这个就是川菜，芥末鸭掌应该算是北京菜，然后这个肚是吧？这也算北京菜，这家常菜了。对，这个饭馆算那个京味菜，算京味儿，对，焦溜丸子啊。都是不错，然后一会儿呢，当然还有这个咱们北京的主菜是什么呢？是必吃的，是烤鸭。这还有鱼呢，还有鱼，对对，还有鱼。鱼呢，点的是清蒸的，他吃不了松鼠的。对，吃不了松鼠，我想吃松鼠，松鼠吃不了。
行吧，咱们再见啊，再见，咱们就是那个春节了，下次让那个练的孩子们春节一块儿过来，我们都定好了，然后过两天去德国给他们办签证去，来，行，同志们干杯，来，咱们祝福咱们的粉丝朋友们家人们啊，也是家庭和睦啊，幸福安康，哎，干杯。两天没喝了，我都给你倒上。这来这儿呢吃饭呢，你烤鸭呢要提前点，因为它是现烤的，还是不错的。198，但是我的记忆中呢，这个烤鸭一直是38。你那是卤鸽了，咱那是。不是，卤鸽现在都没这价了啊！你订的是那个等于是精品吗？不是啊，是半只120多。一套是198，现在198都算便宜了，应该是这价位，一般都200多。我小时候，我们家楼下出院门往左有一个饭馆，38，门口老有招牌，38一只烤鸭，38一只烤鸭，你知道就这样，不是，就粮店过去就把角有一个是吧？知道那个把口那块那个，您说早点那家是隔壁的，我知道，知道，我妈还那个做过早点，炸过炸糕呢，嗯。行，吃好喝好啊，吃好喝好，来，妈吃好喝好。